姚文啊，嗯，你刚咪跟你讲哦，你当初你在参加选秀比赛的时候哈，哎、哦欸，你曾经演唱过一首歌《逃》诶，有哈，《逃》诶，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有唱到哭，哎、欸，唱到哭啊，对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珍惜缘分的人，然后因为这首歌在描述，生有点像生离死别，因为在缅怀逝世的另外一半，然后我会其实会蛮有感触，就是觉得说，因为我珍惜跟你在一起的缘分，然后他离开了。其实我会特别有感触哦，对啊。今天呢，有几位观众朋友特别来点这首歌曲，嗯，一边点我爷爷妈妈，对，在雅文你在参加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当时候他的爸爸快要过世了哦，好是。那么虽然他爸爸呢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世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哦，但是呢，他的妈妈只要听到你唱这一首歌就会很想念他的爸爸。其实歌曲对于妈妈来说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回忆、嗯、也有很多很多的思念在里头。是是是、嗯、好的，那就由我来唱这首《逃》送给你，然后送给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到天顶的山，阮的坎坷好势，孤叫一声，头的会记你甲阮牵的。